继续来看的是自由时报顶头报道，关系到台塑集团的创办人王永庆，伊伫海外遗产归属的这个百慕达四大信托的基金的官司，已经今年底时阵就来宣判了。李邦的大汉囝王文勇，假使到时阵胜诉的时阵，那是以相关的信托基金持有的价值，大约是4500亿来讲呢。那呢，台塑南华、大华的股权，现有台塑集团经营结果将会大变动。王文勇到时阵有这个机会，有可能把经营权提倒转来，取得台塑甲大华两间上市公司的经营权。因为王文勇是王永庆啊，这个大母的王月兰，伊的法定的继承人。所以呢，这个王文勇依法会当取得王永庆财产的一半，啊，其他的部分则阁分配予所有的遗产的继承人。目前百慕达信托基金的管理人是王永庆的三房的查某囝，佮加上中间病院的持股，啊，变成台塑集团上大的这个股东。不过呢，百慕达这个持股，假使若予王文勇取得的时阵，那呢，到时阵台塑佮台华经营权恐惊到南部会变到王文勇的手头了。